第十五题，下列各图中何者能代表本实验之图形？纵轴表示物体所受浮力 B，横轴表示没入水中深度 H。在刚才的第十四题的讨论中，我们已经知道了图一到图三，它没入水中的体积排开了液体的体积就越来越大，浮力一定是排开液体的体积乘液体的密度，所以我们知道图一到图三它的浮力是逐渐在增加的。而图三到图四，它已经排开了全部的体积，我们保利绒球的体积，所以它的排开体积没有发生改变，所以它的浮力也没有发生改变，所以图三到图四它的浮力是不变的，所以我们要选择的图形就是一开始的浮力会增加，然后要保持不变。我们看到就是 C 图所显示的样子，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各图中何者能代表本实验之图形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